却是几百月半不敢说这个月在刚里养的结果是在白拉中很重点却给在你耳机西藏里面的西藏人捍卫自己的国家的那个人权跟自由，甚至他们希望达赖喇嘛回去西藏里面，他们的诉求是这些。西藏人民要的就是民主，西藏人民要的就是自由，西藏要的就是独立。没有一个自由是叫做一定得要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的。从去年开始，那么已经有25位的西藏的僧人，那么自焚死亡，所有的军警进驻到寺院。那么军警的信仰、军警的自由、军警完全剥夺所有生理，那么最神圣的宗教信仰的自由。我们要求中国停止这样的压迫，西藏要自由，西藏要自由，军队滚出去，军队滚出去，中国军队滚出西藏，中国军队滚出西藏。我们要向全世界发声，台湾人需要人权，图伯人需要人权，人权是普世价值。今天所有台湾的朋友，我看到各个社团都站出来了，台湾人站出来帮图伯人发声，有一天全世界的朋友会站出来帮我们台湾人发声。我们现在全部倒下，西藏要独立，西藏要独立，西藏要自由，西藏要自由，西藏要人权，西藏要人权，西藏要独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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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要自由，西藏要自由，西藏要人权，西藏要人权，西藏要独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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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要自由，西藏要自由，西藏要人权，西藏要人权，西藏要独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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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要自由，西藏要自由，西藏要人权，西藏要人权，西藏要独立，西藏要独立，西藏要自由，西藏要自由，西藏要人权，西藏要人权，西藏要独立，西藏要。过去这一年多来，有许多牺牲的血狱英魂，他们自焚而死。待会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为他们来默哀。